们是追逐白鹿的一个民族，就从阿里山路那边追逐白鹿，我发现日月潭。光里馆的预定地是在后面，它距离湖面也是蛮远的。在地的百姓都是很不认同这样做。12月14号，周三晚间10点，公视13频道，独立特派员，日野 BOT， 越野 BOT。